他姓普，叫维德，你可以叫他小普。你在问他关你屁事啊？我刚刚回答不都一样？那他不能回答吗？这样下去，阿飞跟思颖会越吵越凶啊！你有没有把我当成你哥啊？没有啊，小普，我们走。思颖快！我没讲完呢。思颖。不好意思哦，你刚刚自我介绍我没有听得很清楚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你知道人家讲几遍啊？这很没礼貌哎。再一遍就好了吧，一遍一遍。他姓普，叫维德，你可以叫他小扑。小扑？扑自己笑扑啦。扑自己笑的。该不会扑啦？扑痛扑痛扑哦！哦，你早点说嘛，这样我懂你意思了嘛。我是要你帮忙问这个是不是啊？我就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嘛。算了，我自己来了。小扑，你今年几岁啊？才二一。读哪里啊？今年几？跟我同校同系，今年大三。你有打工吗？有，他在 pub 打工当 DJ， 今天特别请假过来的。你一个月薪水多少？够付你们的房租吗？薪水加家里给的生活费绰绰有余。我在问他关你屁事啊？那我不能帮他回答哦。他自己不会回答吗？谁会答不都一样？你不要在那边给我强词夺理哦。你自己搬出去住，我现在还没跟你计较哎。计较什么？我才没跟你计较嘞！我都已经18岁了好吗？法定年龄已经成年了。你有没有把我当成你哥啊？没有啊，哥哥就可以这样倚老卖老，仗势欺人哦。我现在只是想要了解一下他的身家背景，你不要觉得我在找他麻烦，欺负他好不好？那我回答你，不是一样可以了解？那他不能回答吗？好啊，那我等一下给你他的 LINE 啊，他有空就慢慢回你。小破，我们走。思颖快！我没讲完呢。思颖。你不是刚来而已吗？年轻人这样太急了啦。还是想玩什么？我们一起玩。我要去巷口买饮料，你妈喝什么？我买可乐。阿飞，你呢？我不用。你妈买清早茶，退我，退我。你们呢？好，你就跟我去，你就知道你要喝什么了。走，后面交给你咯。放心，绝对搞定。谁会带不都一样？你自己搬出去住，我现在还没跟你计较。你有没有把我当成你哥啊？干嘛啦？你这时候找我进来？你看外面，这样下去，阿飞跟思颖会越吵越凶啦。我知道，我有看到啊。那怎样？你有办法是不是？当然有啊，不过你要帮忙。是吧？我请千羽把思颖带出去，他们至少半个小时之后才回来。我会窝在房间里，你趁这个时间把该问的问完吧。干嘛？大哥，我可以叫你大哥吗？大哥，哦，可以啊。Yes， 太好了！现在思颖不在，终于可以做我自己。什么意思啊？思颖觉得我们平常做 DJ 就是要酷酷的、屌屌的，其实我根本就不想那样啊。我刚刚超怕已经得罪你，你没生气吧？是还好啦。Yes， 超怕我第一次就搞砸的。还好没有，真的是够。看来这家伙不像个坏孩子嘛。大哥，你还有什么要问的？我一定全部老老实实都告诉你。前几天思颖住你家，你知道怎样吗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我自己都是借口做报告，去住朋友家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大哥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好了，我先姑且相信你。那大哥，我有事情想问你，可以吗？要问我什么？思颖平常没有不喜欢吃什么？不喜欢吃啊，他不喜欢吃茄子、苦瓜、青椒。哦，那他有没有对什么过敏？毛茸茸的东西，因为他的关系，我们家里就不能养狗了嘛。那他有没有最害怕什么？他害怕，全世界都怕他，他应该没什么在怕的了。好像是哎，然后到哪里他都是最大声的那个。对啊。他真的很吵哎，你以后就惨了。没关系，我一定可以的。好啦，我唯一的妹妹交给你了。没问题，大哥，以后还要请你多帮忙，多指教。少在那边客气。靠，什么神展开啊？太温馨了吧！
塞，你是有选择困难哦。几瓶饮料而已，在冰柜前面挑那么久。我们是有人要我喝半小时。什么？没有啦，我在帮你哥挑要喝什么啊？啊，不就已经说给他买新草茶了？他这个人又不喝苦的，你不懂啊？哦，是哦。哈哈哈！我没讲，这后劲很强。来了，真假？半个小时就可以搞成这样？怀疑哦，早就说我能搞定了。宝贝，你有没有怎样？我没事啊。真的吗？我哥有没有对你怎么样？什么我怎样？我会吃他是不是啊？我怕你凶他好不好？我再怎么凶也没你凶啊。哎，我哪有很凶？我很凶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小朋友你应该明天要上课吧？早点回去啊。哎，等一下啊，不能回去，我最重要的问题还没解决。什么问题？这次我还能不能继续跟小夫一起住吧？哎，妹妹，这件事情关姐姐做决定，就是要今天做决定啊。可是还是要分开上课。现在讲就是你。没问题啊，你们一起住吧。什么？真的吗？你该没有发烧啦？没有。真的哈，没骗我。没有。真的啊？没有。我们可以一起住了。阿飞，没问题吧？你确定？当然啦、啊。不过我有个条件，你们两个人一定要遵守。啊？什么条件？你们两个人不能睡在同一张床上。什么？我有没有听错啊？你们两个其中一个要么睡沙发，要么打地铺。爸爸，我明天去你家，就是用那个上下铺。反正你们两个不能睡在一起啊，不然我就打电话给爸妈说，石林交男朋友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一定分开，有问题。我今天晚上睡沙发，明天去买上下铺。好，走啊，弟弟，走啊，弟弟。可以加小铺，他喝你超多口水。罗志祥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成员罗志祥。当当当，不足足爱家的脚步。是真的很想成为罗志祥。我要讲，跟他讲，因为毕竟是你终于脱单。干嘛听他？就这样来，就听他。我们要去哪？我们要去哪？他们就殉情。小布，我们走，回房间。搞不懂有没有礼貌啊？回家，回家，马上回家。